小朋友的偶像派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我们那网名这么过来的。一开始这个趴是目的，就是说，是因为我看了我特别喜欢的重型乐队的演出，但没什么人，你知道中国那个现在演出市场有时候会有点不好，然后我希望能够制造一个好的现场，然后这是您办演出的目的？对，制造一个好的现场，所以要我们自己掏钱，然后向观众免费。结识01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结识01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就是一个什么的机会呢？我确实忘了，但是我记得肯定是通过演出，就是您是偶尔看演出，偶尔去看演出的，看什么杂牌的，然后看到这乐队，我非常非常喜欢。就他们打第一次看演出，第一次的时候给我震撼非常强，他那音乐一响起来，我梆一下就被钉在地上。我觉得他们有那种力量，就是他那个音乐能够，他那个邪恶的东西，梆一下把你定了，然后你就会感到这帮家伙是一帮真正的恶魔。
然后他们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像神一样。我觉得重型音乐乐队其实应该有这个感觉，他们才会成为一支好的乐队。他们应该让你感到害怕。
就是我，你看零一这次在谜底上砸观音像这个事儿，就我是写我自己是写字儿嘛，我算是那个，我还不算完全是摇滚圈的人。然后我周围的朋友，你知道，在文化圈里边，就佛教是一个非常禁忌的东西，非常禁忌的东西。有很多人是信仰这个，我有很多朋友都是信仰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听说我在迷笛之后还要办零一的专场的时候，而且是特别努力的办一个那种，你知道，就是希望是零一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演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号称坚决抵制小朋友拍，你知道吗？我而且号称以后再也不来了，你丫办演出我以后不去了。那您也顶着很大的压力。对，是这样。我都是我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今天有几个朋友都使劲打电话说你不来不行，一定要来，就这样，你知道吗？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欧洲人欺负，被美国人欺负，被日本人欺负。我们一直是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我们把这种半男不女的东西当作我们的偶像。下一首歌我们写给一个真正有血性的中国人，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崇拜的偶像。这种半男不女的东西，下一首歌李小龙。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下一首歌是我们翻唱的一样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歌手 Bob Marley， 这首歌叫
Thank you.
从镜子里已经能看到我的摄像机了。你看不见了吗？像马的一大那个，哎，你穿这个，配你这还挺合适。我不是孙子，不要再叫孙子。我这有在哪上班呢？赛因厂所。啊？现在成赛因啊？那你跟上回一不是你自己上？啊？你跟赵，你跟那个唐超一起。在哪呢？那他不是一个部门的，他是销售，我是技术。到底的谁啊？你同学，我同学，你同学，咱们进来。我都认不出你了。写的不会啊？我吃下去了。哎，还有两口。那边那个金刚也不要再抽了。金刚。当然一会儿可能那个迷笛的那个校长的 S 也采访一下，这样行吗？校长干嘛来？帮我换一下靴子。啊？嗯。后期呢？帮我接一下。就在舞台。啊！还在舞台？在舞台边上的，一上舞台的那个。那谁去拿一下？还没呢，没有吧？哎，车到哪了？在这儿上舞台，坐我这一边就好了。
就有一个想法，就说是能不能通过网络网剧这些音乐人，同时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向全球展示中国摇滚乐的这么一个窗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办了一次活动，办了一次活动，这个时候当时自卫叫零一叫自卫，然后看了他们演出之后呢，我就心里特激动，就是能有这么一个乐队让我这个身体在听现场的时候都能够发抖的这么一个乐队。然后经历了两年之后，自卫这个乐队的消沉，再到零一改名之后的零一出现，那么偶然一个机会，我认识了徐远峰他们的吉他手，现在，然后就接触了，慢慢的开始接触他们的音乐。当再听到这个风格变化之后的零一乐队的时候，就不是当时发抖的一种感觉，是真的是像很多人所说的，每一次看零一的演出都有想哭的一种冲动。以至于现在到地网这么多的乐队的参与，十万的会员的这种互动交流，那么再加上像零一这样很优秀的乐队，同时在带动着中国摇滚乐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前进，我想中国的摇滚乐会在几年之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就像中国的经济一样，会像中国的经济一样被世界的人民去关注。中国这种摇滚乐低迷的现状，然后发现了零一什么的，就是近几年，从那个九二年，当时那个老一辈那些像他唐朝呀或者黑豹这些老乐队出来的时候，确实是那时候是有一个摇滚盛世的这个状态。但是到后来呢，就感觉九九年之后到两千年出现了夜叉这些，但是没有形成一股这种人人都摇滚、人人都好这口的这个局面。这个就是当时很多这个包括唱片公司的，包括这个演出商，包括乐队自己本身，这三方啊结合起来，就说都感觉到中国摇滚这个市场越来越低迷，还是没把这事造起来。对，